大家好，我是九龙华人书院初级组合唱团团长曾文熙。我是香港华人书院初级组合唱团团长刘森。今年我们会再次联同香港华人书院的初级组合唱团同台演出，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三首歌，分别是 Time to Mergo、 Spring Sketches 和 Laudate Pueri Dominum。 希望到时会在浸会大学的大学会堂见到大家。九龙华人书院周年音乐会2017 ENLACE 7月13号约定你。